我要处理哦、喔。啊，你莫叫了台东。有啥物无马上停？啊，伊敢无停？伊都惊着你是。有啥物无马上停？啊，伊都惊着你是。双方在路边大声呛虾，右边是被撞的骑士，他很不满，为何这一男一女开车撞人，竟然没有马上停下来？你讲我弄什么国家派？是，伊惊着，伊讲叫起来，无我咧困。撞到人还大声回呛，女友在中间拼命阻挡劝架，男子强调车不是他开的，调阅监视器，这部红色轿车慢慢停在路边后都没有人下车，接着又往前滑行，直到两三百公尺外，这时被撞的骑士在路边打电话报警，才又看见这一男一女下车走回现场，男子一身酒气说是女友开的车，但已经难以查证，他还想劝说骑士直接到医院也叫警察。事件发生在台南市仁德区，汽车撞机车，没有停下来，还往前开。虽然事后走回现场，但这真的不算肇事逃逸吗？在派出所到现场的时候，那个双方当事人已经在现场了。涉及肇事部分，警方会调阅监视器，请地检署侦办。破网的民众指控，警方第一时间说这不算肇逃，不过究竟是谁开车还有待厘清，将肇事车一男一女移送地检署，只是撞到人没下车查看就往前开，事后回来还大声呛虾，难怪被撞骑士不服气，一定要讨回公道。记者戴冠璋台南报道。